在这个五月五号哦，运动场的这个制约啦，哦，这个是确定是取消了哈。小弟歉意哈，对咱这个老大们哦，阿家转个哦，这点是真正哦，小弟较拍死哦，也特别感谢黑哥哦，黑金城黑哥哦，出面来关心，不管今天凤梨哦，或是春风哦，或是说其他的网红，他们今天在直播上讲的所有的东西。哦，罗大海跟全哥是直接跟我讲，不用回应。哦，罗大海跟全哥讲，完全不用回应，你要虚心接受就好。罗大海跟全哥的话，还有黑哥的话，我有听下去。今天黑哥出来帮他把事情圆满了，可是哥哥他要发火，你有把这个长辈放在你的心上吗？一开始是哥哥，哦，哥哥先发影片来哦找我们。重点是他在影片里面他的内容哦，你可以就事论事，但你不要在里面加油添醋。一开始哦，针对高二一发这篇文哦，发这个影片，我可能在个性上哦，我有比较冲动哦，比较冲动哦，来造成一挂哦，这边哦，社会只要有一挂纷纷扰扰哦。来，请大家，我们广大的粉丝朋友，还有我们这些哦，台湾的哦这些民众哦，以及我这些敬爱的哥哥哦，来先说一声抱歉。遐是今仔日一直在我鼓励讲建议啊，继续放下就好啊。原本只是我们两造双方大家在网络上的哦交流而已哦，变成说演变到说哎哦越来越多哦杂音进来。不管今天凤梨哦或是春风。哦，或是说其他的网红，他们今天在直播上讲的所有的东西，哦，罗大海跟全哥是直接跟我讲，不用回应，哦，罗大海跟全哥讲，完全不用回应，你要虚心接受就好。罗大海跟全哥的话，还有黑哥的话，我有听下去。如果当今天这些长辈他们在讲的话，我们都听不下去的时候，请问一下，请问一下。那社会上就没有伦理可分了。今天黑哥出来帮他把事情圆满了，可是哥哥他要发文了。你有把这个长辈放在你的心上吗？罗董打电话来，哎呀，是，有啦，我打社会大众，有打社会大众微信的呀，哎，有第二啦，有第二啦，你是一个真优秀的人才，啊，都这里地面多，啊，地面多，你管的啦。哎呀，我知，哎呀，我知。哎呀，我知。是，哎呀，我知。好，哎呀，我知。好，哎呀，我知，好。你自己的心情要放得大一点。好，哎呀，我知，哎呀，你说的我都不听。哎呀，我差点帮助，什么要八卦啥，人要讲啥，对吧？是。不用去回应。我知。咱若心若正，就不用惊你兄的歪。好，哎呀，我知。好。啊，从头到来。我拢实在啦，我来讲，今仔前几个评论你甲保尔来讲。好，哎呀，我知。有来。啊，你无社会一个安定个环境啦。好。我都来帮助咧，啊，做好你家己个工作啦，先出去做一寡啦。所以从五月开始，我会连做三场全台湾最大场的公益活动，连做三场。哦，如果高二想要参与公益活动，我是非常欢迎。非常欢迎，非常欢迎他一起来跟我一起参与，同台同框，